来自我介绍一下。老师好，我叫陈启南，今年20岁，来自福建福州。西装配领带，玫瑰很可爱了。I'm so in love, I'm so in love。我觉得他像一个年轻的周华健。啊，年轻的周华健。那个喉咙的声音，就有一个喉音的，最后有个喉音的时候按的，我听到那个。那个喉咙音是不是在军队里面训练出来的？有吗？也有一方面是这个，因为我们。在部队我们要喊那个番号，就是1234、啊、对，我们要喊这个。怎么喊呢？就是1234。陈其南他是我的学员里的一匹黑马。首先是哈林战队派出的20岁来自福建福州的退伍军人陈其南。你到底拿走了什么？全世界的谢这一路走来帮助过我的人，然后也很感谢我的祖国。我想帮助哈林老师拿下这一局，谢谢大家。哈林老师战队以41-20战胜大英老师战队。好，两个人怎么样？我上。你上。我上。好，加油加油加油。当时的比分是3-1，我想的是这么好的编曲，无论遇到谁我一定要赢，我一定要把比分追回来。再告诉你分分不不的，再说明我还在 loving you。 这样双方最后的得分是李荣浩战队25-36，这一局哈林老师战队胜。由李荣浩老师派出的佳琪，他的选择是陈其南。佳琪他这个唱歌非常厉害的一个歌手，然后当时其实对到他估计是凉了，那就认认真真好好的把这首歌唱出来。你的心里只要你点光明，就为你点亮一颗星。你的我在快要消失的夜，等我在追赶你。哈林老师战队的陈其南以45-6战胜李荣浩老师战队的佳琪。请陈其南演唱《如果你爱我》。这首歌在我当兵的时候给了我很大的力量，这股力量支撑我在当兵期间这样去拼搏。如果你爱我，我想我一定是世界最幸福的，你为我的生命。其南，你今天表演第一遍副歌唱完了，我就鼓掌，我就看大家就鼓掌嘛，觉得你好像又脱胎换骨了，让我们觉得你有两把刷子。陈其南，祝贺陈其南，让我们用掌声祝贺陈其南获得了2019哈林老师战队的冠军学员称号。